这大长腿就是你了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我那个傻子老板非不让我走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哎，美女，我觉得你好眼熟啊，你特别的像那个，就是我当时觉得那个像什么？像你找老板是吧？不是李总，你不说你出来见客户你不吗？说你找客户签合同去吗？你今天。我是签合同啊，那我是来签结婚合同啊。你接我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李总。你赶走，明天不用来上班啊！嘿，来吧，相信你好好相。不是李总，你姓这名，啊，做什么工作的你？给你当牛马的呀？年薪多少啊？这不你定的吗？你还问我？你这什么口气？你很不满意是吗？哎呦，李总，你就别逼我了哈。那你到哪儿反映？不是，哎，李总，那个不是不是我先走了啊。这个平台说，哎，昨天相亲的妹妹怎么样？哎，还好还好，来看一下。哎，没啥好看的，没啥好看的。那得给我看一下。哎呦，这真没啥看好看一的，下不嘛，是真的，看一不下。是，我觉得我这是。你们几个业绩完成了吗？这个月都是叽叽喳喳的。李总，我想起来个客户，我要联系，我先走了。李总，我尿急，想上个洗手间。留下。你真的拿不出手吗？妈，这种事情没必要说吧？那你就没考虑过是吧？考虑什么？说吗？我喜欢大的。我是说年龄大。